极，自由飞翔地跑到这里。我们应该找个地方坐下，把这里的美景给画下来。嘎塔嘎塔！天哪，竟然那么高！哈哈，那座塔是我建造的。哦。嘿嘿，哎！我只是想让地球看起来更像一根棒棒糖。我要去，我要去。不不不，越高的地方越危险。哎，有我在，不用怕。我认为今天更适合去看马戏表演。哦，不看不看。哼，怎么办？我有恐高症啊。我让开，别挡路。原来是烤大。那个像纸尿裤一样的东西，是你的宠物吗？他叫哈库，是我们家的新成员。恭喜你家多了一个怪物。来，让宝宝们看看谁的爸爸最先到达山顶。嘿，你应该接受挑战。我的腿可跑不过那辆车。哈哈，我这里有一辆超级过山车。这一定是幻觉，我们继续吧。嘿，他连谢谢都不说。阿库，开慢点，这里太危险了。我们一定要最先到达山顶。想得美。不。竟然会魔法！嘿，看来我们只能走路了。啊，至少走路很安全。天哪，前面有条蛇！我们快离开这里。嘿嘿，我学过驯蛇的方法。现在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我不怕咬。可是我们怕呀。嘿嘿，神奇变变。我爬了这么久都没追上他们。大石头！快跑！快骑到我背上来！停下来了！变身魔法！可恶，原来是他们。我不想再上去了。嘿，我知道这里还有另一条路。
他们说的另一条路肯定就是这里，必须让他们吃点苦头。他们来了！啊！不不不，太高了，我们不要从这里过。嘿，这座桥很安全。嘿，哎哎，天哪，哈库快回来！如果我们三个踩上去，武装一定会断的。居高塔，居高塔。哎，我想到个绝妙的主意，神奇变变变！怎么回事？哈哈，这样你们的身体就变轻了。好吧，好吧。那个叫哈库的家伙太神奇了。爸爸，爸爸一定帮你把它抢到手，让你也像考乐一样开心。变身魔法消失。乐吧乐吧。嘿，快睁开眼睛，观赏美丽的风景。考特，你怕高吗？在孩子面前可不能丢脸，就算害怕也要勇敢的去面对。做爸爸的应该给儿子做个榜样。谁说我怕了？我也是儿子的好榜样啊！嘿嘿，那你就带着考乐一起飞吧。什么？好吧，这样真的可以吗？嘿嘿！我也可以自由的飞翔了，是个非常勇敢的爸爸。考乐，今天爸爸为了陪你可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哦。滑翔翼又被称为滑翔机和三角翼，分为有动力和无动力两种。无动力的滑翔翼构造简单，只要有适合的山坡，逆风跑五六步就可以翱翔天空了。不过小朋友们千万不要独自尝试这种运动哦，因为你们的力量和技术还不够。嗨，现在是问答时间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你们知道滑翔翼运动起源于哪个国家吗？一、美国；二、法国；三、英国；四、德国。恭喜你答对了，这项运动起源于法国。我要去工作了，祝你们愉快。再见。我们也该回家了。我们应该再上去玩一次。天哪，不要。